一年一度的户外展又来了，今年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品呢？一进门就能看见桨板，果然夏天一定要玩水啊。 Boat 放出了超酷的皮划艇系统，有沙发、冰桶，还可以在上面露营。而乐华则是拿出了充气的桑拿、 Jacuzzi 大澡盆。户外用电方面，正好今年拿出了全新的大功率户外电源德系列 Delta 二代，充电速度、安全性、实用性和耐用性都有很大的提升，还有足以颠覆整个行业的48伏全场景电源系统，15度电充电加逆变一体。将来大家入手或者改装房车的话，这个国产系统应该是顶配了。这次的新奇玩意儿还有会发热的衣服和围巾，按一下就可以加热，用手机还能无极控制温度，哇哦！还有 Fitlock 各种神奇的扣件，一扭呢就能拿下来，一吸又能扣回去，超酷。露营方面，挪克把展位搭成了月球表面的样子，各种大型棉布帐篷撑足了牌面。黑鹿则是用木台和钢铁脚手架模拟出自然和城市结合的样子。新出的轻量化机能 IGT 桌，还有超级弹的充气床，设计感依然非常的强。今年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往更重视设计和技术，差异化越来越明显，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氛围。大家想看谁家新品跟我说，我都可以给大家测评哦。